雪场蟹擦肉打边炉。冬天是日本雪场蟹最当造的季节，其实活生生的雪场蟹香港都买得到，不过买回来之后要怎样处理呢？好，现在我们就教大家去怎样处理这只雪场蟹先。首先将所有的蟹脚切去，将蟹盖向下，利用蟹身发力打开蟹盖，拎出所有的蟹膏，将蟹一分为二，将蟹腮除去，在蟹脚臂中间切开，再横切开边，这样用来打边炉就能够吃到淡淡蟹肉的了。如果想炭烧蟹脚，可以用铰剪沿边剪开蟹壳，然后打开一面的蟹壳，期间要轻轻地刮出蟹肉，将有蟹壳的一边放在炭炉上面烧，这样就可以保留肉汁。大约三分钟之后，蟹肉表面轻轻地烧香，就完成了这一味炭烧蟹脚的了。Yummy!